现在那边唱第二首歌叫《回乡的我》。六六六，老边鸟朋友海鸟不用月爱记者有机会来这边唱唱歌，主持人出来了，大概一两个音响，他们开到四点半，最后一个，那个主持人。快结束了，好，谢谢，感谢我们这个好朋友。好的，我们来。